周家卫呢日带住两个仔仔出席活动，8月25日就系佢嘅生日，谂好咗要点样庆祝未啊？我冇时间你自己，因为啱啱啲仔开学开咗一个礼拜啦，咁呢个礼拜就系忙佢哋，咁有好多朋友问我，其实自己都差啲唔记得咗自己就嚟生日，咁就系咯，都仲有好多嘢要 settle 佢哋学校嘅嘢，咁。都是跟我朋友吃下饭咁就算啦，唔大搞啦。定是生日会想跟老公过二人世界呢？佢啱啱好23日翻到嚟，咁我就可以同佢庆祝啦。因为之前就系咁怨我话，我同今年同唔到佢过生日，原来佢知系几惨嘅，所以佢话一定要同翻我过。咁今年嘅生日愿望会唔会系想追翻个女咁啊？不是啦，因为我想。今年生个猪女嘛，但是就刚刚过了时候了，所以不能做了。